卡牌好像是我们公司卡牌，好像那把爱对面爱克的那个卡牌的。又是卡牌，卡牌怎么挂齐了？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进化辛德拉，没头脑。对面瞎子辛德拉前期很猛，打他一下，扎他一下子，扎，打到，完了，他不回头走，救了一下，小伤小伤。啊！我哥忘关。推线儿，团长。下次等六级跳我红，瞎子两级去我红，猴哥的奶子去你红了，瞎子打完红就去我红了。嗯，来可以来啊，打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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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总得被压着，给他了，给他，你小心点，那给他，那我就查个，没有眼儿啊，没有眼儿，这把我下到九十，我就等下了，他去打我红，没办法。没有眼儿有点难啊，算了，回家了，没必要跟他耗一下，直接回，耗不动了，他有饼干我们没有。大陆疯狂拼信号，直接回家，能丢几个兵吧，已经撑死几个。哎呦，给我个机会啊，自己就杀了，让我来啊。中，哎，这没中。哎，人头，哎，这 EZ 给我杀了就好了。这 EZ 也是看看，不交闪。제압되었습니다啊，你被放了，我刚死不疼，那这不亏了呀，还让一直换了一个。可太烦人了，这英雄，操你个嘴儿！这个辛德拉带的是进化，我也抓不了了。一顿彪啊！哎呀，这给我彪的！辅助靠你了，操你猴子！这辅助想当，这瞎子果然想杀你，还在这开个这蹲着。我把小的打了，兄弟。撤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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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不过他，一会儿再来。不，他们辅助，他们下路以为我们辅助不在，可能会想杀我们 AD， 直接去帮 AD 蹲下。这把阻避一下，好吧，没事，六级有机会。你们谁的 TP？ 团长的 TP。我不给他人头的，我让他白来一趟。没踢了。可以。不，这 ADC 往后走就好，他给这 EZ 直接秒。
推线太慢了，再能推快一点就好，能让他亏一波兵。哎呀，这猴啊，就是推线太慢了，优势打出来可费劲了。没了。你这人家回来，这兵都能死都。这下这辅助就在线上待着，不去看一下怎么办？ 很难办啊！船长交没交闪？船长有闪。有闪，行。摄像头糊了。啊！你看人家这推线，你再看看这猴的推线，这不公平！不公平！ 这游戏不公平，我回家出来，人家推完线了，人家回家出来，我推不出来。啊，没野怪是吧？我不用你别我，一会儿你就死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打不死。阿古尼，他那死了。大陆出事了。他还没打出。 5秒他死，4、5、3、2、1，nice。撑不住。这个。给我撑吧。他还没有船，你跟我吃他几层塔皮吧，要不？我去，我要去吃他一个。啊，那你吃吧。 我强烈建议把猴的这个推线的能力加强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真的推线太慢了，就输一手推线，你知道吧？ 你瞅我推完人家又出来了，你这一个兵没亏，恶心死！我一上线，人家的兵线搁塔下了，你这操了，回回这么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人家能吃到我塔皮，你这烦不烦？到时候。 看东哥啥？哎，猴哥能来不？来了，10秒到。5秒。哎。这没法去呀，这。 卡牌来，那把就杀了呀！卡牌不来呀！确实，卡牌要来就好了，卡牌不来。主要这沙子都看到了，他也不来。他刚才这波要是过来的话，辛德拉也能死。主要这把他选择卡牌，对线这边的辛德拉压成傻逼了。 补刀对呀，支援对呀。你看这船长吃几层塔皮，你们自己瞅。太恶心了，为什么船长推线这么快，我就搞不懂。凭什么？哇！我差一丢丢扎到这个拉斯，没闪现了。
那你也玩啊？我不会玩，我玩什么玩啊？不会玩啊？大西瓜。算了，我就不乱游了，拉倒了。这波可以来，猴哥，这波你可以游，这波你可以下路有机会的。算了，比如一下子。中路没线权是真的难打。我去到那边没闪现，我就杀不住，不好抓他。如果对面中野比我们猛，你就非得比我一下，操了！我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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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都没技能。等等等等等，哎呦！算了，没技能，没技能。烦死我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这船长烦死了也。耗他一波可以。我也挺残疾，我不想管他下了，有点残疾。他们船长这英雄是真恶心，我发现真恶心。远程有补刀技能，近战有点火，跑的还快，推线还快，还有减速，就少点控制，真的。哎哎，我在放峡谷，你跟他打，打他，打他。过来吧，等一下我再扛塔，我来了你。他没有局了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！就要快走快走，金德拉上来了。新的拉上来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决定厕所回城，你往那儿走，阿俩跑一个好吧。杀不了，为什么给瞎子杀了呀，真你妈菜呀。瞎子一打了把他们两个杀了。三线观战。嗯，这把不太好打，中路劣势，我上路也不打地，下路你把凑合着上了，这下路挺蠢的。然后中路也没线权，这把没打，没这把挺难打的，下路有点脑残，不会等人，前面这么帮他们，下路就送出去，蹲一下他吧，蹲一下他，嗯，再蹲，再蹲，再蹲，来了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来，是。再往上。二十五步。哟，中单应该走了吧？我们中路塔都没了。这波瞎子在旁边
我往中路赶一波，我在他后边。OK OK， 还没。球女在你右边。杀了。我来了。一直没闪的，好大。啊？哎、给个人头吧，大哥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过来？我操，我傻逼了。确实啊、哦，勉强了。我为什么要过来？哎，傻逼了，傻逼了，傻逼了！哇，我这波立大功，然后你们还说这波我立大功，杀了三个，让我傻逼了。我为什么要过去给追杀了呀？小龙团，你要抢我石头人，我就跟你拼了。我这不走人家脸上去了，本来这波要起飞了。哎呀，老残了，老残了。小龙能来不？能来。这第三条龙我们得打，或者你跟这个团长耗队。别我吧你，你嗯。只要传导踢，那猴哥你没血没蓝啊，你还是毙了吧。我收一小波毙，正好装备出来。稍等一下啊，而且我没有大这波。那你就在上路，你最好别让他劈，最好。别大一。哎，这瞎子送了，这瞎子送了，这瞎子送了，他想过来踢我了。够呛了，我们桶没 A 过他，这桶没 A 掉，差好了。他有大吗？团长有大吗？有。鲁鲁斯大怎么没了？哦呦、啊！这一条。他来还扎都卖上面，可惜哎呀，扎死你！又开始送了，兄弟们，这不是送，你知道吧？刚才这波捅，我跟他 A， 我要是 A 得过他呢，他死。我估计这个 B 得贪，我让你贪啊、哦！那波你就贪，来贪。金钱豹，兄弟们，金钱豹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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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这把这波打点钱回家，整个中亚直接起头。行。这瞎子这么出装很脆的，他没用的。也怪一刷，给他出个重压，你的拉死三级，因为这个上单和这个中单有点小飞，应该是打峡谷的吧？开过血了，你别冒头，你别你冒头你要死、嗯、不行，我露头我要死，太棒了，我们重压。哎，我这波想吃这个 F6， 这鲁鲁斯闪现去挖。哎，我红也没了，上野区没事，啥都没有。来、哎、杀杀杀杀杀！来个团长，团长肯定是有点难杀。推塔不等我来，我很快就来。辛德拉没闪的，辛德拉没闪，没那他没进化。辛德拉啥子？来看一下辛德拉。辛德拉，辛德拉，辛德拉没阿的。快快快快！撑一会儿，撑一会儿，撑一会儿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。没死，大龙拿不拿？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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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龙拿下！给你来一波，冲冲冲冲冲 ！EZ 好像不是特别狠，可以，这波大龙可以拿。
你就给你自己来就行。杀人吧，打不了了，有点费劲。还打吗，兄弟？还打吗？你们打，你打，我去把瞎子杀了。nice啊！拿龙，拿龙，拿龙，天拿龙，走！我走了。 别杀我！我不值钱，我操，一个Q就死了。什么故事嘞？大龙体验卡，这不？但是这波还是赚的。这波活一个就好了，哎，这波大龙体验卡。那EZ 怎么Q了我一下，Q了我500多吗？这维鲁斯进来打龙就好了，他478。他这波把R用了，还没R到EZ，哎，这波早点把EZ杀了也可以了，他的R用R空了，太。 我这波杀了两个，还是全让我杀了。哎，导致我跑了，我还以为这波能打，这波把沙子杀了，丢个一堆。火龙，火龙，火龙！这波该跑。要干嘛？这波该卖的。这波我卖了就好，这波我卖了，我就是唯一的龙魂。 龙之三人，把中线，哎哎，打我，水波炸到我。那卡牌有船。哎，一直还没回，一直还没回，一直没回。他回家打，哎，就来不及了。就我们俩啊，这个位置，就我位置，就我们两个人。砍，他给我扎残了。 那可以拿，新德拉还上路呢。团长可以开啊。这边开人，先打完吧。哎，他们。哎，杀的太吓人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呀。 你那里有针眼儿，兄弟。EZ，哇，他这个血，我不能让他回去。嗯，炸的可以。这EZ咋这么骚呢？骚成这个样子吗？打不死呀，兄弟。 追了一万年，<笑>没有人头啊！他不会要闪现过来杀我吧？哇，这都知道了，哎，还真闪现过来杀我！哎 ，nice， 没死。辛德拉没闪了，兄弟们。你为什么把他爆飞？你跟我解释一下，漂亮。还行还行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就没关系，好吧？ 可以，听到他没闪现，没进化了。这波中，这波中。我吃一小波线，吃一小波，一小波，一小波。这希德拉闪现想杀我，没想到我没死，哈哈。他闪现 Q 空。 哈哈，哈哈，没闪现了吧？我这波回家可以把重伤刀出了，这波第一针就没这么肉了，他回血就没不能这么回了。然后下波出个法圈，直接起飞。
回家等钱吧。还、哎、这帮人呢，跟这帮人拿点钱呢，就跟他们的，就跟抢钱一样啊，真是没见过钱呢。我就差一个装备，你让我出完行不行？25分钟了都，那这排烟好快。这卡牌不是要落地生财了吧？可以，右边 EZ 拿下，推中，我打你也挺疼的，好了，但他回血好像有点打。这你们让他们给围住了呀，这怎么办？压着上面其实是可以的。没来了，没来了，走吧走吧。DZ 好骚呀，我真的真的骚的，操了这个人。哎呀，确实是有点骚。等我撤点钱好吧，出个法杖办。我下步有闪，我下步去秒 DZ， 让他骚。他下步吃我不要，我必杀他。我法杖办了。我16级法杖棒，他再烧，小龙 AD 死了，我这波战斗力很猛，船长没闪，船长希德拉没闪，这波小龙可以打，他们人也没到齐。直接打龙吧，一直好像毙了，直接打，拉出来的，哎呦，第三条龙被抢了，有点爽。救一下，兄弟们，船长杀人了！救一下船长。龙没了呀兄弟，能一波不？对，1000多血的龙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。我还是打大龙，大龙也行。好牌啊，他们为什么要打龙啊？哎呦我操，这火龙魂没了。把他杀了可以大了，你骚，怎么这么能跑？大龙，哎，不能一波好烦。哎呦，这波他们两个别打龙就好了，1600血的龙瞎子 Q 下来打瞎子，这波就龙就我们的，他来我在另外一边，我直接就200血，我只能走。这波他们不打龙就好了，我这波操作拉满，把星也拍了，把瞎子，二个小瞎子。哎，兄弟，有没有奶？别让给我斩了，有没有奶？来，打龙啊！哎，看瞎子。哎呦，你这一活了呀！快走！EZ来了呀！EZ，他抢我红干嘛？不觉得你们玩个 poke 的维鲁斯也要抢红？我他妈！
感觉好像打着团打的有点难受。哎呀，打不到人，全跑，你们知道吧？打一个跑一个，他们家可能跑了，这就对面这些人，除非我能从后边穿出来，直接把他们掏一走。我得卖个啥？不摇吧，把反弹鞋，反弹鞋卖了。太能跑了！哎，这把好蓝呀！这把怎么就这么蓝？拿下吗？对面拉扯的比较到位。哎 ，EZ 瘦了，兄弟们！哎，可以下路。哎，卡牌不记得。我在后边，我在后边，我在后边。哎，这不就是机会吗？你要宰我，我直接来一口，一波一波一波，能一波吧？能一波一波一波，快快快快快！有大龙 buff 没？有就行。哎呦我操，船长没事听了，哎，能杀吗？能杀吗？杀船长就一波，nice！ 一波一波拿下。拿下拿下拿下，这波是 EZ 送妈了，好吧，我接了哈秒了。 Nice 兄弟，一个异兽来打卡牌，漂亮。拿下拿下兄弟们。